早上梦到去医院看肝部，是由秘书处的师兄陪同的，请问师傅是不是提醒他的肝出问题啦？是。哦，那这种一般该怎么化解呢？很简单，先验个血，看看肝有没有出问题。出问题的话，赶紧要吃药了，治疗了。没有出事的话，要吃护肝宁。好了。哦，护肝宁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